韩国原主男团 HOT 出身的40岁男星文熙俊，去年与女团 Korean Pop 前成员、今年26岁的昭玉奉子成婚。昭玉在去年5月诞下一名女婴，目前专注做家庭主妇。文熙俊跟昭玉在上周六低调为女儿举行周岁宴，最新他们的全家福照片曝光，照片中文熙俊抱着女儿，昭玉则温柔地看着女儿展露笑容，不过宝宝就背对着镜头，无法得知她的真实容貌。有关方面透露，两人的女儿十分活泼，是十分懂得撒娇的可爱孩子，文熙俊在育儿方面也十分积极，而赵玉则是非常女性化又清纯的妻子，拍摄期间一直展露幸福的微笑。文熙俊去年卷入一连串争议，有粉丝指他趁结婚前举行没有诚意的演唱会，票价极高，有为结婚吸金之嫌，部分粉丝组织也发声明拒绝继续支持文熙俊。不过文熙俊蓝里争议，继续出演各种节目，并再度与 XOT 的旧队友合体出演节目《无限挑战》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